是什么？我看哦，三文鱼。这个是香香的。我也想要闻闻看。你用到我鼻子？啊！你怎么用鼻子在吃啊？那个不可以吃的。那个不会吃啊。那你有这个？有香吗？这是什么的？擦这样子手的吗？不是擦手，是擦衣服的。这样子。你闻闻看，你的衣服就是那个味道的。真的耶！但是你摸到不可以去吃东西哦，会肚子痛。我们也可以摸到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，哦，这个不可以摸的，然后拿来吃哦，会肚子痛。为什么那个不能吃？因为它不是吃的啊。因为这个才可以吃哦。对呀、啊。我被吃完。就像你会拿卫生纸来吃吗？太难吃了吧！依依最喜欢吃卫生纸。然后还剩那个胶水，然后搅拌搅拌，然后再变成那，然后再变成那牛奶，然后直接喝。你喜欢吃芒果口味的卫生纸哦。还是喜欢吃草莓口味的。草莓口味有味道，也不好吃啊。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口味的。是再用巧克力口味的来擦屁股。那你然后巧克力的，然后他们就是加草莓口味，然后再加草莓口味，再加橘子口味。你会在那里转圈圈吗？然后上面加一个冰淇淋。你会在这里转圈圈吗？哦，转圈圈。